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菜呢很简单，就是清蒸。因为最鲜嫩的水产海产呢，只有用最普通的清蒸的方法呢，才能更好的去保留它的原汁原味还有鲜味。那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两道菜呢非常的特别，分别是剁椒豆豉蒸筋骨以及清蒸黄梅头。同样都是清蒸，但千万不要小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，他蒸的手法呢非常的特别，能够更大程度的保证鱼的完整性以及它的营养成分。我们先看看主要的材料啊，首先呢有筋骨鱼一条，豆豉、剁椒以及姜末少许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行政总厨冯师傅。我们这道菜呢应该怎么样处理呢？首先呢我们就要搞那个腌鱼的姜葱水。哎，等等，一般我们腌鱼就把鱼清理好之后呢都直接是放点盐让它有点味道吗？为什么你要用个水去腌它呢？因为用盐呢它撒的进去的时候呢可能要抹一下，有时候还不均匀哦。这个切厚一点呢拍一下，拍一下呢它会更加入味。那是不是就只有这种鱼才能用这种方法？所有鱼都会适用的，就是反正要腌的鱼，除非你是干煎的就不太适合哦。就如果是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，蒸的鱼的都可以。需要怎么样调味呢？只要放点盐还有料酒。就如果没有料酒用其他酒来代替行不行呢？米酒也可以。米酒也可以的。这个是5年的那个花雕酒。哦，花雕酒。对，好，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要把它用力的抓一下，让它更加的出味。这个筋骨鱼呢很有意思啊，以前有句老话呢就叫做上山老虎落水筋骨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山的人呢最怕就是遇到老虎，因为老虎会咬人嘛。那么落水的人最怕什么呢？就遇到筋骨鱼，因为这个筋骨鱼它背后那个鳍上面的刺呢就有一点点的这个毒性的，就如果它你给它刺到之后呢手会肿。大概要泡多长时间？应该一般都5-6分钟就可以。5分钟过去了，这个鱼已经泡好了吧？啊，可以了，这个鱼。那就拿起来。再稍微滴一下那个水分。就是吃这个鱼呢，它一般来说我吃出来能吃出3种的口味。哦，3种味道。第一种味道？第一种呢，这个鱼鳍啊，还有那个鱼腩这个位置呢，都有一点微微的苦。哦。第二种呢，它这个鱼肉呢，它会厚实一点，它会回甘，有点甘香。哦，有甘香的那种味道。有。第三种呢？第三种呢，就是它鱼肯定会有鲜味，它的鲜味在哪呢？就在鱼皮，鱼皮是很鲜美的。如果再加上呢这个剁椒呢，豆豉呢，就是更加丰满了。哦，那就不用再额外的调味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泡过的已经会有一点底味。这个时候呢我们稍微微的可以扎一点点油上去。哦，这个时候再放油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鱼大概要蒸多长时间呢？这个鱼应该要蒸8分钟。时间到，8分钟可以拿出来了。蒸完了这个鱼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汁拿个小碗倒出来。这个汁一会还有用吗？对，因为这个汁呢一般我们的会流起来。哦，那个鱼汁会有一点点甘甜的味道。浇点葱花，浇点肉油，有点葱油的香味。